有不少人对台北车站地下停车场的印象还停留在又黑又脏，还有人呢，也就是街友们会睡在停车场里。不过经过半年的改造，现在不但是变漂亮，还变聪明了。业者特别引进了车牌辨识系统，如果因为这个停车场太大，你忘记了停车的位置，没关系，只要记得车号，系统呢就会帮你找车子。而本来睡在车站里的街友们，经过辅导，也变成专门整理环境的清洁人员。明亮的空间，宽敞的视觉享受，很难想象曾经又黑又暗的停车场可以变得如此光彩。改装近半年，台北车站的停车场像是换了一件新衣裳。脏脏的，整个暗暗的又脏脏的这样子。现在好很多了，就灯光啊，还有环境整个都很干净。让停车场多点美感，墙壁上多了大型彩绘跟艺术照片，还设置不少装置艺术。最聪明的是，来这儿停车不用怕忘记停车位置，只要记得车号就找得到。我们呢就在每一个停车位的上方呢都设置了摄影机，那么摄影机呢能够辨识呢每一部车子的车牌，记录在系统当中。只要输入车号，系统会帮你找车子，还有灯号指示停车空位，软硬体同步更新，连原本睡在停车场里的街友都成了清洁团队的一份子。短短半年，原本让人望之却步的停车场，现在可是一位难求。